就是稍微轻轻碰出去的一个状况，你要么就是直接双拳把他出击之后，然后让他出底线，或者是到外面的就是一个死球的状态。OK， 过来中程单刀球，面对门将球进了 ，Goal！ 第83分钟，台湾底大再一次的领先，又是一个过顶的传球，单刀的情况之下，替补上场的周成展现了一对一射门的冷静，突破了段轩的十指大关，3-2，台湾体大在这一场比赛第二次的超前，哇，这个时候这个时间，台湾钢铁压力真的大了，是，而且你会发现这一样。